老板，老板，快点停车！哎，那摄像机老在那动，我们管。别着急，上去房去了。所以一定推的要快。下去兼顾这个位置，就上赛季那种呗。对，是啊，人就往前往前推。我知道，突破进来给我，然后你们防外边的人。好好，哎，三个零了，秦江，这边就没干人了吧？啊，我在那儿，我在中间啊，就。春风它吻上了我。我今天本来上场之前，我的肚子非常疼，我的走路我都感觉非常的难受，你知道吗？肚子疼。然后，那今天打比赛的时候，哎，那我调消息，静静，看我的静静。然后，完了给我打断了，我要说点激情慷慨的话都让你整没了。我想一想啊，我重新组织下语言啊，你别想墨迹啊，杨哥。嗯，你别想，你看我都不吱声了。现在我就说两句吧，就是啥呢？就是，但是这场比赛所有的这因素加一起，把我们都队的斗志给激发了。今天中午12点比赛，我感谢这些因素，把我的激情提到了最高点啊，最高点。我今天在场上确实非常的兴奋啊，没了。好。Let's go show what we can do. 不是表演的时候啊。Run the plays. 多打点战术。Play your game. 对， play defense. Show yo, you should get more minutes. 这样教练才会给你们更多的时间啊。这是从进攻的角度。哎呦，又一个二加一，这球。欧洲步。这是逼的防守啊，我。太巧，哎呀，你看葛兆宝都生气了。葛兆宝急了，这个你们别眼神啊，全交给我，最后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和噩梦？他可以打我脸吗？可以打我脸吗？可以打我脸吗？我不打你了。啊！啊！撞人，去哪啊？我一点都没动啊！你那个撞了，你那撞肩上了。开门。九班出道一房，球暂停。走步，我记得打上海的那一场呢，托德罗维奇单场就被吹了三到。